神啊，我们称颂你，因为我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他们都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裸来，就明显给众人看，仗着十字架夸胜。神啊，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仗着十字架夸胜。你将一切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一切的咒诅跟律例都已经定死，是你代替了我们死，你替了我们成了一切的罪恶过犯，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复活上有份。谢谢主耶稣，求你今天自己向我们彰显你复活的大能，将那复活的真理刻在我们的清板上，系在我们的颈项上。主，不仅是我们听到，乃将神的复活成为我们的真实。主耶稣，我们称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请坐。感谢主。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神怎么样以他为赎罪祭，以及在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时间点，完全都合乎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一切计划，并且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写给我们的一切细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也就是那为世人的罪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献祭给神的终极的羔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钉在十字架的地方，他所流出的宝血怎么样滴在约柜的施恩座上，以至于满足了在旧约当中在先知书里面所讲神所预言的一切所有合乎他的律法的需求。当约柜失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约柜跑到哪里去，可是神知道，并且神安排了就算是震动天地，神也要将他的预言实践。所以我们知道，在律法上，在圣经上所记载的主的一字一句一点一画永远都不能废弃。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到主耶稣的复活。我们首先来看到马太福音第27章，在第27章讲到主耶稣死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忽然裂开，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身体多有起来的，这是第52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已睡的圣徒讲的是之前跟随神然后已经躺在地里面的那些的圣徒，他们都有起来的。到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呢，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约瑟就吩咐他的后代说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去应许之地，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约瑟的骸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约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的确记载摩西将约瑟的骸骨带出埃及，然后带到应许之地埋葬在这里。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回到应许之地，你看到这里坟墓开了，许多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这时候耶稣还没有复活，他是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去。那么这些圣徒就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当时的人真是有眼福，对不对？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啊，约瑟啊，看到他们的列祖。百夫长和一切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他们最终是承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谁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又有雅各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个人是谁？雅各，这里雅各是谁？啊，耶稣的弟弟。所以这个玛利亚是谁？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他也很有名，对不对？
他为他两个儿子求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好，所以这三个很爱主的母亲们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并没有逃走，逃走的是门徒，对不对？所有的门徒都跑掉了。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这个地名，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都记载，这个约瑟呢，他是一个官，他实际上呢应该是会堂里面就是犹太人很看重的、德高望重的人，可是他并没有跟那些其他的人一样钉死耶稣，他是相信耶稣的，他是一个义人啊，就是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的。所以他就去求比拉多把耶稣的尸体给他，然后他用布把他干净的细麻布把他裹好，放在自己的坟墓。每一个这个有钱的人呢，他们都会从磐石里面凿出这个坟墓，那这个坟墓不是只有放他们自己，是放他们家的人。所以这个坟墓呢，就是约瑟这个坟墓是新凿的，是他给他自己跟他自己家的人预备的。好，这个新的坟墓，所以他就把耶稣放在那里，然后呢这个坟墓门口就用一个大石头把他滚到墓门口，就把他封住。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就在门口等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哎，你看这些人，他们记得耶稣的话，对不对？他们记得比门徒记得还清楚，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说，我们记得那个诱惑人的说三日以后他要复活，而且他们看到这个地震动，磐石裂开，他们想说：哦，这个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三日以后要复活，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死了，对不对？因此他就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不要让他跑出来，可能是这样。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就比先前更厉害了。所以他们一方面是里面是相信耶稣基督很可能就是会复活的，所以他们要做一个预防，就是要把他把守好，不要让他复活还从坟墓里面跑出来，然后把石头封住。然后可是他们不能够这样讲啊，如果他们讲说他会复活，那就等于他们相信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说，那我们要把守好，免得门徒来把他的尸体偷走了。所以他的尸体如果不见的话呢，大家就会更多的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尸体如果真的不见了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对于这些当时判耶稣死刑的，不管是罗马人不管是犹太人的官，都是负面的，对不对？都是没有加分的。好，所以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所以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突然之间地又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诶，所以这个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是让耶稣出来吗？是让耶稣出来吗？为什么要把石头滚开？啊，让玛利亚可以进去嘛，对。好，所以这两个天使的相貌是如何呢？像闪电一样，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因为这个天使呢，是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吓死了。可是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所以就叫他们进去看，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到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好，天使说，我的工作已经做好了，该讲的话讲完了，这个你们就不要在这里等了，你们赶快去加利利。他们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嘛，现在要去加利利，因为耶稣会在那里等他们。结果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然后心里又害怕，因为看到天使，对不对？然后又大大的欢喜，又惊又喜，就跑去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突然耶稣跑出来，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先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
所以虽然天使说了一次，那么耶稣再来肯定一次。所以你看到这里头先来证明见到耶稣的有两个，这边写的是两个玛利亚，对不对？七日的头一日，所以有两个见证人，对不对？好，所以他们见到天使是一次，传递了神的信息，耶稣亲自显现，第二次两个见证。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要有两个见证，到最后耶稣来之前也有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里面降临在地上，先为耶稣的到来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话语，世世代代不能废去，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跑回去通知门徒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报给祭司长，所以刚刚那个吓坏的兵就赶快去报告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出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就是说这些兵丁就失职了嘛，让耶稣被门徒偷去这样子。那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不信耶稣复活，他们就相信了当时的这个谎言，说是门徒把他的尸体偷去。可是如果门徒把他的尸体偷去，对于门徒有什么好处呢？对门徒有任何好处吗？没有啊，并没有好处啊。因为门徒所要证明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那他们把尸体偷去，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不能够有任何其他的证实，只是说他尸体不见而已。所以这个谎言不论是对于犹太人的官，或者是罗马人的官，或者是对于门徒，这都是没有益处的，这是就是可以证明说这个是一个谎言。那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个人叫做多马。对，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这个是耶稣要离开这个世上升天的时候呢，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个命令，就是从耶稣离地之后呢，门徒开始留在地上所要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他们头先被培养，他们现在真的就被差派了。被差派做什么呢？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然后使他们做主的门徒，然后凡是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受洗。所以我曾经听过有的人说，他信耶稣，可是他为什么要受洗？他信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教会？这些都是不合乎圣经的。受洗是一个公开的礼仪，我们要讲到这个受洗是非常有意义，在属灵上是非常有权能的，所以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见证，如果不是一个在属灵上有意义的话呢，耶稣不会说要受洗，而且他叫门徒来为他们施洗。然后呢，第三件事门徒要做的事，就是耶稣所吩咐门徒的，门徒通通都要教导那些他们所传福音然后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如果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呢，神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我们看到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往前翻到十二章第四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讲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第三日复活，对不对？所以他第三日复活，这个第三日包括三个日跟三个夜。好，所以他一般我们现在就是教会在庆祝的，比如说受难日跟复活节，是受难日英文也叫 Good Friday， 就是好像礼拜五耶稣受难，然后礼拜日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对不对？可是上次牧师跟各位讲过，所谓的受难日，所谓的复活节，都不是我们信仰的节日，是康斯坦丁大帝呢为了要统一他的国，把信仰作为一种他们国家的
一种 identity， 就是一个国家的认同。我怎么样认同我是康斯坦丁大帝的东罗马帝国？当然他后来有统一全部了，是东罗马帝国。我为什么我这个国家有什么特别哦？因为我们的国教哦就是基督教。那事实上呢，大家知道这个信仰呢，它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仰非常的特殊，在当时的世界里面，还有其实不仅是在中东的世界，还有在全世界里面，只有这种一神教，只相信一位上帝，只相信一个神，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回教。可是回教的神呢，我之后再来讲啊，他们的神是非常的凶恶的一个神，而且他们的定义非常的不清楚。那犹太教跟基督教呢，是非常清楚的一神教。基督教当然是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所发展，就是所衍生出来的所谓的这个信仰。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呢，在东罗马帝国呢，其实就是很多人是拜当地的神。当地信仰的是什么神呢？我们知道这个当地的神就是也是希腊还有就是在中东地区他们所信的普遍的，就是这个巴利，对不对？巴利还有这个巴利的跟他同等的一个女性叫雅斯塔路，对不对？我们圣经讲记载叫雅斯塔路。雅斯塔路的名字有很多个，在各个国家里面都有不同的名字。那么他的名字呢，如果我们用英文发音的时候，当时叫做 Ishtar， 后来就变成 Easter， 就是复活节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复活节那时候什么蛋啊，还有什么兔子，有没有？那就是象征这个女神她的重生，所以跟基督的信仰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好，那你说那怎么那么巧呢？礼拜五受难日，礼拜天复活节，怎么会跟这个雅斯塔路的节日是一样的呢？我上次有仔细讲过这个异教的信仰，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就不仔细讲，可以去听我以前讲过的 CD。 实际上呢，是康斯坦丁呢把这个日期改了，就是把基督教跟外教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混杂性的宗教，以至于大家都能够接受啊。虽然我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然后同时也要有这个小白兔，然后还要寻找复活节蛋，所以就是乱七八糟，就跟这个我们上次讲 Christmas 啊，耶诞节一样。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三日三夜？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这个月节，是不是？所以他是神的羔羊嘛，所以他就是第一天钉下去是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所以我们看呢，这个耶稣基督是星期六的时候他进入耶路撒冷。好，这个是第十天，到第十四天，对不对？这是什么月啊？尼散月，第十号，尼散月十号到尼散月十四号，我们说这个羔羊要检查四天，对不对？检查四天有没有瑕疵，有没有玷污。所以他在这边有被六次审判，然后他被七次宣告无罪。我们上次不是讲过，三次被宗教领袖，三次被罗马的官来审判，然后还有这个六次全部都被宣告无罪，然后还有一次是犹大啊，犹大他自己说他真的是害了无罪之人，他害了一个义人。所以耶稣基督他被六次审判，七次被宣告无罪，他是毫无瑕疵玷污皱纹的羔羊。然后到第十四天的时候呢，他就是宰杀羔羊的预备日，他就被钉。所以星期三周三他是黄昏被钉，对不对？好，到周四，这个是十四号，这是十五号，到周四，周四的黄昏，周三的黄昏到周四的黄昏，周三的黄昏到周四的黄昏叫做一天，对不对？然后周四的黄昏，十五号到周五的黄昏，十六号是第二天，周五的黄昏，十六号到周六的黄昏，十七号是第三天，然后再来周日，十八号。好，这个是怎么算？你说，超过三天了。好，我们看日落到日落啊，这个有点小复杂，因为呢，周三的黄昏开始。犹太人算的第一天呢，是黄昏到黄昏嘛，对不对？
所以周三的黄昏第一天他过了第一个晚上，周四的黄昏以后他过了第二个晚上，然后周四的黄昏，周五的黄昏以后他过了第三个晚上，所以现在就有三个晚上，对不对？那么周三有没有过早上？没有。所以周四有是第一个早上，对不对？这个是有晚上一、晚上二、晚上三，所以周四到我们这边是算晚上，我这边算白天，所以周三没有过早上嘛，所以周四到周五过了一个白日，白日一，周五到周六过了白日二，然后周六到周日早上过了白日三，是这样算。所以这样有没有三日三夜？所以它是晚上先开始，所以它不是早上晚上早上晚上，它是晚上早上一天，晚上早上第二天，晚上早上在这里第三天，所以是就是第七日的头一日。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你就说诶，在这个经文里面他为什么说第二个，而且在这经文里面因为是逾越节，所以有两个安息日，从周五的晚上一直到周六的黄昏是他们的安息日。可是这个安息日跟这个讲到了这个他们在预备日的这个安息日呢，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在逾越节的第一天叫做什么？逾越节之后第一天叫除酵节，除酵节是一个盛会，所以那个叫做大日，它叫做一个安息日。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称呼的方法，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你知道你如果按照我们的历法去算，你算来算去算不清楚，其实是应该是先这样算的，先有晚上早上晚上早上，所以有三个晚上，然后有三个早上，然后就到礼拜日的早上，第七日的早上。所以他在坟墓里三日三夜。什么叫做除酵？除酵就是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跟恶毒，对不对？邪恶跟恶毒。我们这次有没有除酵？除酵神告诉我们这一次我们要除的酵是什么？负面的思想，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抱怨啊，苦毒啊，一切负面的思想。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酵，它就是罪恶、邪恶跟罪恶，这个负面的思想就是一种罪恶哦。所以大家知道基督徒有这种负面思想，或者有抱怨，或者是没有盼望，或者是绝望，这个是一种罪。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忧虑是罪，真是不合乎圣经，这个叫做酵，所以要除酵。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安息日，那是真的安息日。然后这个是初熟节，你有没有看到初熟？谁初熟？耶稣，他是世上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什么叫做初熟？大家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这个为什么叫巴勒斯坦呢？这个要讲到历史过去，这罗马皇帝特别把那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为了要羞辱犹太人。好，我们就讲这个中东靠近就是以色列这一带的地方好了。他们的收成一年其实只有一次，应该在秋季，秋季大概九月十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九月十月叫做祝棚节，对不对？所以祝棚节的时候大家都要庆祝，然后收成，然后住在帐篷里面纪念他们从出埃及之后这个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收成。但你说这个初熟又是什么一回事？初熟这个四月应该是在什么春季嘛，你麦子种下去春季怎么会收嘞？应该是秋季收啊。大家好像不太了解，我告诉你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农业，不要住在城市里，鸡也不认识，鸭也不认识，很重要，至少在你的阳台上种点花花草草之类，好，接近一下大自然。所以在秋季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是没有收成的。可是非常奇特的是，就是在这一块地方的麦子呢，当你种下去的时候，有一些的麦子它特别早熟，它长得比别人又都高，它长比别人都高，然后都壮，然后春季就可以收一次。可是这个不是主要的收成，它是早熟的，所以我们叫做那一年的初熟。所以这些初熟呢，一收起来要全部都归给上帝，然后拿到圣殿给祭司，然后祭司呢要把这些初熟在神的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好，你现在思考这个初熟，我们说上帝
耶稣基督是神的出熟的，他是出熟的果子，是不是出熟节，对不对？这个出熟呢，就是他是未来的那一批有很大收成的预先收成，是不是这样？后来那很大一批呢，就会像之前收的这一批这样。可是之前这一批呢，它长得又高又快，它是首先出生的，这就是出熟的意义。所以我们当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作为神出熟的果子。这个保罗说他将自己奉献给神作为出熟的果子，为什么出熟？他是以色列人啊。可是当时以色列人是没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没有人接受弥赛亚，不是说他一个，就是非常少数，对不对？是出熟跟秋季的总收成比起来嘛。所以他预表到以后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本家的人都要来相信耶稣。他说他是出熟，他是比别人先跳进去先相信的。好，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家出熟的那一个，对不对？我们这边应该有很多是家里出熟的吧。然后你后来你们家也许会变成你那个家族或是你那个地区的出熟吧。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期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好像一个出熟的果子，就像一个先驱者一样，一个先驱，他先成长到这个成熟的地步可以收割，这个就是出熟的意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把出熟献上，我们以前讲过，把出熟献上就等于这个出熟的这一批已经圣洁了，预表那后来收成的皆都圣洁。那么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就把那出熟的奉献给上帝，以至于他们后来收成的也在神的面前得成圣洁，也在神的面前得蒙保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往后翻3到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这里讲到保罗所领受传给他们，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且后面就讲到他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样子是如何。他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又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所以有好多人看到耶稣复活，对不对？好多好多好多的见证。然后我们刚刚也看到那2个玛利亚都看到耶稣复活，然后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那时候是保罗那个时候，到如今还在，但也有一些又睡着了。好，他以后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哦，好多，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的确见过复活的基督。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什么叫未到产期而生？早产就是出熟，是不是出熟？是不是早产的啊？对呀，啊，先跑出来，未到产期就生啊。所以真正以色列人的产期到现在还没到嘛。可是保罗说他是未到产期就生，他知道他是出熟的。还有那些使徒是不是也是出熟的？我原始使徒中最小的，是不配称为使徒，但是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神的恩，都是因为神。所以这里讲到保罗说他自己就是出熟的果子。所以除酵在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钉十字架的时候开始就是除酵。这是除谁的酵呢？是除所有的人类过去现在未来还有所有宇宙当中所有一切被仇敌所污染的孝，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一切的罪，除孝。好，耶稣基督他的名字，什么叫耶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就在福音书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出熟的意义，我们知道保罗也知道什么叫做出熟的意义。那么真正的收成会在什么时候产生呢？好，比如说我们外邦人真正的这个收成在哪里产生？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这边讲到他说，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这就已经讲到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可是就已经离开这个世上的基督徒叫睡了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这些睡了的人现在在哪里？这些睡了的人现在基督徒从这个世上离开，现在在哪里？乐园。哎，对，可以。我们讲到这个乐园，就讲到那个不是一个强盗在耶稣旁边，他认罪，耶稣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乐园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讲到是伊甸园。那这伊甸园其实后来呢，我们对照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与神同在的一个天堂。所以现在睡的人他们是与神同在，他们是在天堂。那耶稣基督还没钉十字架之前，那些睡了的人他们原来在哪里？哎，我讲过啊，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尚未来之前，他们都在阴间里面，对不对？然后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地方是什么？是监狱嘛，是不是？财主所在一个非常热的地方。然后后来耶稣基督三日三夜去哪里？阴间。他就到地底下去，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是不是唱什么释放释放什么？我们当然是唱说列国得到主的救恩和他的复活的释放，就释放讲了很多的层次。可是当主耶稣基督三日三夜在地里面，我们刚刚是不是读到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腹中？耶稣基督下到阴间去做什么？好啦，好吧，勉强，好，可以过。就是耶稣基督要到阴间去宣告他已经得胜死亡，所以这一些人就不再被死亡捆绑，对不对？以赛亚书说他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这些本来被阴间里面被铜门铁栓所锁住的这些灵魂，当然那跟随神的，虽然耶稣基督在历史上还没有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们待在阴间里，可是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一个是在很热的地方，对不对？财主说哦，给我一点水喝吧，那个记得 OK。 好，所以耶稣基督下到了阴间去的时候呢，他宣告神的大能跟复活。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被举起、众者们啊，要抬起头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有力有能耶和华，那荣耀的光是万军之王。